近日，电影《惊天魄》在上海开放媒体探班，主演谢霆锋、刘青云、佟丽娅和范晓萱齐齐亮相。作为一部警匪动作片，票达量的影帝们自然都选择了最有范儿的西装革履来武装自己，深沉的灰黑系尽显成熟干练。而负责贡献颜值的两位女主则充分展现妩媚风情，佟丽娅身穿一袭黑白拼色礼服，性感深 V 衬上复古盘发，愈发优雅迷人。范晓萱虽然身材不占优势，披上这件正红色连衣裙却也娇艳可人。照理说，这样的演员阵容并不用担心话题，尤其是谢霆锋。日前王菲再度被传怀孕，有消息称她因着急赶赴北京，要求拍片速度加快，但或许是担心模糊电影宣传焦点，提问环节居然频频冷场。好了，辛苦了大家。那有人来探过班吗？谁？哎，对，我老婆来啊。那别人的老婆有来吗？我没看见。刘青云尚有老婆可当挡箭牌，谢霆锋只能自己硬着头皮找单全收了。只是不论记者如何旁敲侧击或是正面提问，谢霆锋就是半点不露口风，实在躲不过去，仍还有撒娇这一招万年好使的杀手锏呢。作为一生的伴侣，什么样的性格会比较适合你？再这样吧，这个问题呢，我选一个别的场合去回答你。在电影的这个那么多演员在，我也就不方便回答了。好像因为我们看报道说7号的时候，飞姐到上海是来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仅限于电影的方面。虽然没有给出回答，但霆锋也鲜有的没有黑脸，看来心情确实不错呀。临走前还不忘打趣媒体：“本来上海那天挺怪，就差你一句。”据悉，《惊天魄》将于4月底结束上海场地的拍摄，然后转战境外取景，并于今年年末上映。新派3D 效果结合惊险剧情，值得期待哦。